12月1号晚，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颐和宾馆召开。此次视频研讨会是北京香山论坛框架下的专题学术研讨会，会议以加强国际合作、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新挑战为主题，下设4个议题，分别是亚太安全新形势、面向未来的全球战略稳定、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、大国关系走向。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，即在国内设置线下会场，通过互联网同步与国外专家连线，实现线下线上联动。北京香山论坛呢，这几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次，今年呢就有2点变化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很多官团呢他来不了。这20位外国专家呢来自12个国家，虽然呢他这次是时间比较短，但是呢讨论的深度上，他还是跟往常是一样的，甚至有些呢还是很深入的。本次研讨会的第一节研讨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主持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、日本防卫大学副校长山口生等7名中外知名专家，围绕亚太安全形势新发展、新特点、新走向展开交流。第二节研讨由中国复旦大学“一带一路”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主持，俄罗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执行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·布仁斯基、英国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所长卡林冯·西佩尔等7名中外知名专家，围绕面向未来的全球战略稳定进行探讨。国际稳定其实主要是大国关系稳定。冷战结束30年来哈，它之所以国际社会还基本上比较稳定，是因为大国关系比较稳定。安全变成一个大问题的话呢，发展就会受很大影响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发展这些成果，发展这个势头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。再加上呢，有些国家可能这个大国啊，它这个政策经历比较大的调整，这种调整呢，不光是对它有影响，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影响。这个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？有很多问题呢，都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。据悉，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于2006年，已成功举办9届。论坛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平台，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与互信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受到广泛关注。